日前，有网友总结了大陆民众普遍关注的十大民生问题，要求中共两会代表为民发声。他说，现在很多人都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折磨，每个问题都很严重，可以说每个人都身处水深火热之中，希望能够快速上岸，远离这些困扰。这十大民生问题是：一、取缔网贷；二、稳定房价；三、解决教育问题；四、取缔网络游戏；五、取消物业费；六、解决养老问题；七、解决看病贵问题；八、解决交通问题；九、取消停车费；十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。上面这十个点，每一个点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声，也是大家期盼能够解决的问题所在。希望呢，两会能够解决这些问题，给老百姓啊更加美好的生活。不过，很多网民留言说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中共当局不会去解决这些民生问题的。